女消防湿身细 bra， 博兰车窗影靓相。哇，力的表现啊！呢班嚟自英国23到54岁嘅女消防员，为咗帮慈善机构筹款，早前就除剩个 bra， 担住支消防喉拎住铁嘴影2013年月历封面相。虽则佢哋全部都冇 model 经验，同班靓模比，身材同埋个样都舒适啲，只不过就多咗份沧桑同埋野性，展现女性 powerful 嘅一面。他们说这样着已经是底线，因为不想影响消防员袍的形象，但就打算后年再搞新意思，执返个双面月历，男女消防员各占一边。月历已经在 eBay 有得卖，头1000本会卖60元港币，之后就会卖70多元本，预计可以筹到超过600元港币的。